您是不是一位患有手脚麻痹和伤口复原缓慢的糖友？一般的治疗都是保健品，包括维他命 B。问题是，有效吗？如果您在看着这一个视频，那么就应该是没有效了。这样为什么会没有效呢？您知道糖友手脚麻痹和伤口复原缓慢的根源是什么吗？糖尿病就是血糖高。高血糖会导致血管发炎，血管因此而阻塞，缺乏血液循环就会导致神经线和细胞损伤，尤其是手脚的部位。这也是为什么您服用再好的保健品也都不会有效，因为它们都不能到达损坏的区域。那么我们 Clinic Zero 可以怎样医治手脚麻痹和伤口复原缓慢的根源呢？让我们来介绍 Sweethearts，贴上电贴，通过 NMES 科技，神经线和肌肉会被刺激，从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神经线重生和促进细胞繁殖，最终减轻麻痹和帮助伤口复原。预知详情，不妨看一看用过 Sweethearts 的病人真实的案例，再联络我们的客服。谢谢。